听粉丝说呢，最近的两元爆出来了，走，我们去买过来。哎，哇，这是最新的一元包，兄弟们，两元包没有发现，居然发现个一元包，哇塞，拿过来拿过来看一下。哎，是空盒子，不是吧？哦，原来是空盒子呀，我去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去买两元包去。哎 ，CP 包，哇，兄弟们，这个是 CP 包哎，你们看，哎，我老去，又是个皮，运气太差了吧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哇塞，兄弟们，最近两元包哎，你们看，哇塞，豪华32弹，封面还是个3人小队，哇 ，X 档案5周年，我去，这不是不用去买了吗，兄弟们？听说这个最新的32弹里面的豪华 SP 都改版了，走，我们去拆。哎呀，今天运气太好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评论区能打出这个字的都是天才哦。来，开拆吧，兄弟们，开拆开拆。哇，打开来，哇塞，封面还是另一张奥特曼，兄弟们，这个真是太酷了吧！那来吧，迪迦给保佑。来，我的另一张奥特曼，看看有没有。哎，第一张就是尤阿卡呀，兄弟们。哇塞，新版尤阿卡。之前名字在上面了，现在在下面了。赛文奥特曼跟尼奥斯奥特曼。好，第一张满星卡，来来来。哎呀 ，S 啊，来继续继续 S 啊，这是新版的 S 啊。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话，可以给我点赞关注哦。哇塞，兄弟们，红鸡皮啊，兄弟们！哇塞，新版的红鸡皮果然不一样了呀，兄弟们！不知道能不能再出 WCR 卡呢？来，只要我们使劲的猜，就会有 WCR 卡啦。来来来，看看看看 S 啊，来吧来吧 S 啊，我想要 SP SP 兄弟们 SP， 继续继续继续，哎，一张 SS 啊，折塔兄弟们，折塔，来来来来来，哎 SS 啊，罗索兄弟们，月的形态，这个是老板的 SS 啊，以后老板的 SS 啊跟尤阿卡就没有了呀。这边是一张 U 啊，哎，这个是 U 啊拼图卡，兄弟们 ，U 啊拼图卡，不知道这次我们能不能再出另一半呢？来，建议大家收集一些老板的 U 啊卡、SS 卡，以后就没有了，兄弟们，也算解版了呀。好，这一列也是没有几包了，没有几包了 ，S 啊，这一列的最后一包，来来来来来，一张 SS 啊，布鲁奥特曼旋风形态，好，再见，来来，哎 ，SS 啊。查克奥特曼，查克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哎哎 ，S 啊，看一看看看 S 啊，这边这边，来来来，哎，是咱鱼啊，艾克斯奥特曼终极赛罗装甲，还行啊，哎 ，S 啊 ，SP 呢 ？SP SP SP， 我要再说 SP 啊 ，S 啊。来，哎，是在鱼啊，你要是奥特曼跟赛文二一，那这边的两张兽人卡我都集齐了呀，一盒里面的两张兽人卡都在了，不知道拼图卡能不能集齐啊？还有 SP 这边是 SS 啊，真奥特曼原始形态，没有几包了，你们说能不能再做 SP 呢？没有几包了呀，不要慌不要慌，希望在田野上，兄弟们，来来来 S 啊。这边这边，哎 ，SS 啊，罗索烈火形态，希望越来越少了，希望希望希望，还有最后两包，最后两包，来来来 ，S 啊，好了，最后一包了，最后一包，这是全村的希望了，哎，是张鱼啊，太叫他买三重三部形态，新版的豪华一盒也是12张满星卡呀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小韩大智慧，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话，可以给我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